当你有就是性需求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哇，意淫喜欢自己的哦，不，不是，不是，意淫自己喜欢的男明星，我会怎么做啊？找男朋友。我会怎么做啊？我找男朋友啊。OK， 那再透露一下，就是找暂时找不到男朋友，或者男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。男朋友不在身边呀、啊，洗澡，哎呦，洗澡，为什么呢？洗澡是什么？重担欲望啊，就不会想了。OK， 我不能终止了。你会自己动手解决吗？啊，没有过哎。你会吗？你会吗？哎呦，来嘛，我觉得蛮好的，男生可以，女生就不行吗？哦，没别的办法，男朋友不尿我没反应的，暂时还不是很有吧。就如果有的话，就问男朋友啊。OK， 再限定一下啊，如果男朋友暂时找不到男朋友，或者男朋友不在身边，你会自己解决吗？看周杰伦吧，来打英雄联盟就好了，憋着。很正常的嘛，那不就那样子了，就躺着了。你会自己动手解决吗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吧。找男朋友呀。OK， 就假如暂时找不到男朋友，或者男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你会自己解决吗？没想过。如果有男朋友的话，那就找男朋友；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，好像还没遇到过这种突然有了性需求没有男朋友的状况。你会自己解决？没有试过，目前还没有试过。我觉得还有更多比这个更好玩的事情啊，比方说可以做一些兴趣爱好啊，出去旅游啊，吃东西啊，逛街啊，这样的。我有兴趣，我会怎么做？我也好奇你会怎么做。我该怎么做？不会啊，我会尽量克制不去看片。OK， 所以，那你觉得就是自己动手解决是正常的？无论对男生对女生来说，对男生正常吧，女生我不晓得，我没有动手过自己，就没有啊，没有就忍着。怎么做啊？看男朋友啊，啪啪啪。男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但是你又有兴趣的，忍着呀，等男朋友回来再啪啪吧。那你觉得就自己解决，你会自己解决吗？不会。你会吗？我不会。可能年纪大了会，我们只有小的没有大的，小的是接我拥抱那些啊，因为我们还很单纯。那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我都还没谈恋爱的。哇，就你有兴趣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性冷淡。OK， 我那你觉得就是有性需求的时候，没有男朋友或者男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，自己解决，你会吗？啊，没有。那你觉得自己解决是正常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太污了你。怎么做啊？我不知道哎。OK， 那你就是你，他刚刚说你有男朋友。对啊。男朋友暂时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会自己解决性需求？不会，我没有这个爱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可能是洁癖比较重吧，我不喜欢那种自己解决的感觉。忍着呗，没法解决。没男朋友嘛，怎么解决？你会自己解决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呢？没有原因，就感觉很怪，不会自己解决。你们会背着对方自己解决自己的性需求吗？不会。你会吗？会。OK， 那你怎么想呢？他背着你解决，我不够用吗？我不够用吗？